drone has located a bomb. 这边是场豪宅的拆除炸弹，一个算比较好守的点，尤其是对武装Bandit很强的话。可以听到电瓶的声音，所以看来 Bandit 会来给我们的专卖玩家。 关于这动机之外，厨房开东西，健身房有开动，对，小心。可以，对面这样开，很明显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从哪里破的？厨房。哎，三楼，三楼。 来考验一下这个 Bandit， 二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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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楼
厕所的厕所。我们骑到这边以后 ，Band 应该是没有办法装电瓶的。我们就叫 Thermite 去装炸弹，然后马上站起来准备开枪。Smoke 的好 ，Smoke 还有女武神都在健身馆。看 Band 已经移到白车后面了，所以就这个车库门。我要烧这边。白车了，他们在白车了。白车。我们只好丢车一下，因为里面的防御可以布置很复杂。白车一个 Band 一个 Smoke。看白车那边的脚。Yes。我听到脚步声，女武神好像在洗衣间。找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看，可不可以袭击到敌人？有手榴弹吗？我要走健身房吗？健身房没有人。走健身房好了。但是健身房和白车那个墙是破的。可以。这里很麻烦，敌人只有至少四个头可以冒出来的地方，我们这样能打。这盾牌上面有人。健身房有人了 ，smoke。健身房有人了 ，smoke。我现在发射烟雾，把健身房的开口和洗衣房的开口都挡住，然后就进去平枪吧。白车还有人，一个人，还有人复活。他残血了，残血。一件 smoke， 然后白车，这一个不知道。smoke 和 bandy 都残血。好像敌人应该只能从右边来。在洗衣间，一件 smoke。结果原来这里可能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被包围了。跳下来。我还没跳进来。也没有人。Seconds remaining。边防五探员。Ten seconds left。那现在不能不装了，再不装的话，今天就输了。Five seconds。Bomb defusion initiated。Protect。边防，边防，边防，边防。Top four eliminated.